Happy Cooking Show， 关你尿尿尿！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。Hello， Hi， I'm Kevin。Daddy 啊，我考你一个记忆题。好啊，我记忆还不错。真的吗？你知道我们去参观那个金门酒厂，它一天下来生产那些酒，会剩余的酒糟有多少？有13万吨，不是13万斤哎。顿我就吓死了，感谢主，它产量很大。对，光13万斤的酒糟，如果没有把它消化掉的时候，它会成为一个很头痛的污染。That's right。可是现在不用担心，现在有秘密武器，就是秘密武器——金门黄牛。金门黄牛，高粱牛。对，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叫高粱牛啊，直到我们去参访了这个牧场之后，我觉得这个。我觉得他们的 QC 做得不错。对，他们整个环境跟我们去的那个牧牛场来讲的话，它的通风很好，对，环境很好，牛只看起来很幸福，而且每一只牛很健康，有戴耳环，有戴耳环，它的耳环那个号码就是98年的，然后511号，这个为什么呢？这是叫 control，这个牛万一有问题啊，可以追踪它的那个上一代啊，就是追踪的，它可以追踪它的整个生产过程。对。而且呢，他们吃的东西很特别。刚刚我们看到，就是他用那个酒粕、酒糟，酒糟跟这些牧草去拌，对，和成特殊的饲料。而且喝了也不醉，吃了也不醉。怪不得哈、我吃他的牛，奇怪，比较没有这个黄牛肉的腥味，你知道吗？是啊。还有呢，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牧草味。对，你知道吗？纯吃草的，因为有个草腥味。因为他们的牧草呢，也是自己种。而且他们就是完全很环保。把那个牛脂排下来的粪有没有哈？当肥料，又当肥料再去养这些牧草，牧草长起来又给牛吃，牛吃的时候这些牧草又加了酒糟，帮助它们消化。对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用好吃的金门高粱牛来做什么？用它的部位很特别，是上等的腓力部位。其实啊，这个金门牛哈、奇怪，我就觉得应该。给我一个印象，就是台湾的黄牛肉哈，没有美国牛，没有加拿大牛来的嫩，好像比较 Q， 比较难烂，很难煮比较久。牛排哦，我现在才了解，因为台湾的牛啊没有熟成，OK， 它没有熟成，所以它吃起来其实是比较原味。可是呢，你如果用来这样快烤牛小排，它是不行的，好像就变得很 Q 不烂。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方法给你们。好，这个牛啊买回来，你看它这个腓力啊，牛腓力不错，这来是真空包装，那我给它哈、稍微解冻一下下，解冻半天，不要完全解，因为我要把它分解来包起来冷冻，才不会说你要吃的时候每次解冻整条它一直流血，一直甜分流失。 OK， 那我把它切下来，这样很好切，很硬就不好切了。这个搭配金门钢炮刀啊！啊，对，OK， 好，那这个很适合做牛角肉啦、牛肉丝啊，还有那个炒肉丝，炒肉丝 OK。那这一边的话 ，OK， 你看哦，我们可以吃，像女生其实不要吃到8盎司，如果你像你喜欢吃厚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可以做厚的比例的4盎司就好了，4盎司 OK， 4盎司以这样的小。OK， 大概3公分，那你这样把它分解，你看好美嘞，好美的一块腓力，这是高档的嘞，人家现在就流行吃小块，4盎司，哎呦，你真厉害嘞，精准，你可以去卖肉了，我觉得。好，那我们就切好，把它包装起来。对，你把它冷冻就可以省事。对，好，你看好美嘞 ，OK， 那这边呢？到这边呢，我要来做那个，今天来做一个宫保，那你刚好这样子很好切，宫保你就把你的片切好。那因为它是冷冻的状态，如果你要0.6公分，你切大概0.8公分，因为它稍微会缩一下 ，OK。那我这边切大概0.8，因为它这样的状态很均匀，你切起来因为这个金门的那个什么钢刀啊，真的很好切，切着。OK， 那你这样子切，耐冰又耐热，对，经过淬炼过的。OK， 所以我这个是要炒宫保的。你看我们的宫保真材实料，那么大片。OK， 好，那你会看到这个肉，当它你放在冷藏，颜色可能会不会很鲜红？没有关系，因为台湾的牛它们没有吊起来放血，
它没有完全放血，所以它的颜色就没有那么鲜红。嗯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用这个刚刚已经切好的，直接来做一个特殊的菲力牛排呢？好啊，我来腌有点味道的，我把它放进去。嗯 ，OK， 这个大概2公分。OK， 好。把它拍一下，原来锅子有这个好处，哎，不错，够重就可以捶哈。啊，它变成那个吃那个 hamburger 的肉排一样啊、对，然后它打松了，对，它被打松了，然后变1公分、嗯、OK， 好，那我现在来腌它哈、哦、OK。 难怪每一次我们录影的前一天晚上讨论到4点就睡不着了，清晨起来我老公又说，嗯，今天上帝又给他一个新的 idea， 就这样来的。 OK， 小朋友哈、哦嗯、给他一点玫瑰盐，玫瑰盐在里面哈、哦嗯、调细一点的哈、哦，我要给它进去里面 ，OK， 好，然后给它一点点的胡椒，再细一点点哈，一点点，然后来一点，其他味道，来迷迭香来一点点，迷迭香的味道，适合迷迭香的味道，来一点迷迭香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因为这个牛它本身很原味哈，就不要太那个，好。OK， 那我现在哈、哦、把这个味道拍进去，它的味道、哦、啊，拍两下味道就会进到肉里面，对，技巧哎。好，那我这个哈、哦、大人比较懂得吃原味，对、嗯，好，那我就直接啊盐跟胡椒就好了。我们用一点点橄榄油给它 ，OK， 用一点橄榄油。我这用这边加一点蒜片，对，好，加一点蒜片。好，我们先煎它这边。如果外面有一点点脂肪哈，给它这样子煎一下先。Okay， 那我们来试这一块哈，这样直接那么薄的哈，直接煎进去。OK， 好，我给它1分钟，变成我外面哈也把它封一下下，封一面就好了。OK， 哦，给它1分钟，然后呢，等一下翻面，像这个那么薄哈，你翻面可能在20秒。就差不多了，大概八分熟、嗯、那切牛排啊很重要哈、哦、要锯齿刀，你不要用那种不对的刀，这样嗯啊啊，然后汁流出来。 OK， 就这样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。 OK， 好，这个也不用烧得太，这样子就好了，不要烧得太焦，然后我这边现在要给它倒下来了。 OK，好，那我把蒜片移上去。这个蒜片哦，如果懂得吃蒜头可以抗癌哈、哦，所以如果懂得吃蒜头的人哈、哦，他可以把这个蒜头吃下去，很好，这个蒜头。这样蒜头香气刚好就进到牛排里面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嗯 ，OK， 好。15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哇，好美呀、啊！哇，你看这个，要再封一下。嗯，对。哎，马上呛一点酒。呛一点酒，好。这个先起来。啊，这个哦还没好的，我们呛一点，我们先挤一点柠檬，好不好？好。OK， 把它上一点柠檬。因为它这个锅很甜啊，刚好把那个肉汁啊在锅底啊，没有加一点柠檬香，然后再来一点红酒。再多一点红酒醋，嗯，再给我一点醋，这个来 ，OK， 这个味道随个别，因为我觉得好，好，绕锅一下，因为它的锅子很甜，有牛肉的甜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把它拿起来 ，OK。
好。哇，这个蒜片可以吃哈。对。OK， 好，这个 off 喽。可以。哦，好香哦。很宽心。因为有点酸，所以有些时候很好很好。OK， 法国料理就是这样子，好吃的菲力牛排上桌了。牛肉冷藏熟成小配包，将整条牛肉分切成小块，然后用保鲜膜包装好，放入冷冻库保存。等到要吃的前两天，将所要吃的分量放入冷藏室解冻熟成，这样牛肉的肉质就会细致顺口。除了可以吃好吃的菲力牛排，还要来一个很道地的宫保味。That's right， 今天教各位的这宫保哈，要做有点传统，因为如果你们喜欢有点粉哈。滑滑很 smooth， 因为它是瘦肉。好，今天就教你们。所以刚刚很西式，现在要来一个很中式的。OK， 那我们先来炒这个宫保。宫保 ，OK。那我们先用一点热水哈。这个宫保很重要，就是要干辣椒。干辣椒跟这个花椒，这个是正四川的那个红红花椒，很香。OK， 好，那这个干辣椒买回来哈，你看它里面很多籽。假设那么高级的牛排，那么高级的一道菜，你很多籽在你的宫保里面，哇，已经降低它的籽数了。所以我们这样子哦，如果你把它这样拔开，籽敲不出来，敲不大出来。OK， 那我给它泡软，我先把它的上面哈、全部头要打开，都打开。OK， 那热水呛，因为它晒在外面，有时会有泥土啊脏的东西，刚好给它杀菌一下，对，杀菌一下。OK， 好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先来干炒。OK， 我们这个锅有点热气哈，我这个因为有冲热水过沥干，它还是有点湿度，所以我们先给它干炒。OK， 这边给它干炒一下。OK， 然后花椒也要干炒一下。这边的也要下吗？够了，够了。好，我们给它烤40秒。给它干烤40秒，然后40秒后，我们加一点香油哈，给它再炒一下，再炒40秒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把烤好的花生，哈，你这个花生烤好有没有？把壳剥掉，我们就来炒，它是要干烤到很原味、脆脆的 ，OK？ 好，这个可以了，不要给它太热，它会苦掉 ，OK？ 你在中小火哈，给它40秒。有没有很香？都是那个花椒味。对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下一点香油。可是，在呼吸里面有一点辣味。因为它有那个干辣椒，也是蛮辣的哈、OK， 那我现在香油给它这样烧一下，然后再加进来。OK。哦，那个香气就会更浓了。对，这个香油这样子哈，你把它倒在一边。好 ，OK。给它。40秒，盖锅焖。盖锅，然后呢，我就把这个炒这个花生。可是这个花生今天我炒的时候，我要加一点盐巴提味一下，让这个花生啊，不只是花椒跟辣味，它有一点咸度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可以了。OK， 很好，更香了。哦，来 ，OK， 那我可是这有点很舒服的那个。那个香气进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用很多的油去炸，所以你吃起来不会，闻起来不会很充满的油气，可是有一种那个花椒的香气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另外炒花生吗？对啊，因为这个哈、这样子炒起来，你一半拿来炒宫保牛肉，一半拿来吃也很好吃。对，那如果纯粹去油炸，就吃起来很上火，对不对？对，尤其啊，你这样子不会整道菜都是。花椒跟干辣椒的味道，只是花生吃比较多这个味道啊。你加下来的时候，那它就不会完全很多的味道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花生加进来。OK， 盐巴马上下。OK，
很好，你看这样炒起来 OK。 嗯，最近哈，因为教会哦，有人去大陆啊哈，然后呢每次都带回来，然后呢我就觉得哎，来研究一下到底这是什么味道，这样炒起来很好吃。好，那到底怎么腌这个肉哈，来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才有葱姜蒜酒汁，接下来葱姜蒜酒汁，你的小小小的那个汤匙借我一下 OK。 我们先加一点胡椒粉，先加干的，然后一点点香油 OK， 然后呢一点点酱油，然后一点蚝油，然后葱姜蒜酒汁。好，那这个葱姜蒜酒汁你可以做高粱的，这个给你搅均匀一下。好，来 OK。 好，那这个肉呢你要下锅，现在要煮了。那我们把这个肉，因为这个肉有点解冻了会有点血水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把这个肉拿下来 OK。 好，这样子把它摊开一点，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我们来刷。你看用菜来刷它，好像烤肉哦。OK， 好，你用这样喷的，这样吗？这样吗？亮亮的，这样吗 ？OK， 不错。Okay. 如果要吃肉，一定要菜多一点。OK， 我现在来炒一个菜。先炒菜。OK， 那今天的菜哦，配这个那么高级的这个荷兰豆。OK。荷兰豆千万哈、不要 ，sorry， 然后再配一点这个白果，白果是自己买来烤，所以白果会比较健康 ，OK。好，那荷兰豆呢？你买的那么高级哈、千万不要这样子，那这样怎么高级呢 ？OK， 剥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这样子，这边往里面走，这边往外面走，你就不会吃到它的这个老的那个筋。OK， 好。那我们这边呢，水柱慢跑 OK， 这边炒姜，放一点油哈、姜如果有点湿度啊、先下来烤一下 OK， 然后放一点油 OK， 这个油就比较多咯，够炒你的菜就好咯OK， 好，那甜椒请你赶快帮我切。好，甜椒哦，现在流行吃哦，多种颜色，一道菜多种颜色，所以像紫色对心脏很好。OK， 那你就买那种小小配进去，会不会切？你看，这样很好哎，很漂亮。这样子、好 ，OK，、很好，很自然，而且它这没什么紫。有奶白色、紫色对心脏好。OK，、来，赶快哦。OK， 那我们先把这个菜下来。OK， 然后白果，烤好的白果哈、你就铺在上面熏就好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给它一分钟。OK， 中小火，40秒就好了，等一下再转中火。OK， 好了，可以了，来不同的颜色。OK， 那我这边要来炒肉哦。肉这个呢我就找蒜片跟葱 OK。 好，那我们这边这个呢水珠要快跑，好了吗？好的，随便，不用切太美。来，哎呦，人家要切美美的嘛。好，对不起。好 OK， 因为时间到了。好 OK， 可以加进来了。我这边哈、40秒以后把它翻一翻，加一点盐，要多，因为我的牛肉有味道。来了，可以吗？来了 ，OK， 好，这边给你顾哈，好不好？半分钟把它摇一摇 ，OK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可以了，我们加一点油，爆香蒜片 ，OK， 牛肉啊配蒜头很好。这个给它蒜片，给它金黄色一下
然后呢，这边一点葱白。那因为它是瘦肉啊，你不能油不能太少，好，这边给它一些葱白。好，可以了，差不多了，我来看一下，给我一个盘。嗯，好甜。OK， 我要铺在底下。你要铺在底下。有一些菜，对。啊，这个也可以。好，哇哦，很高级。这过年的时候哈、哦，半斤可能100块哦。OK， 那我这边呢，我们把这个葱炒到金黄色，蒜片炒到金黄色。OK， 那我现在要把它剥一边哦。我来牛肉，可以了吗？我把它扫下去。把它摊平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把这些蒜片移上来，葱移上来。OK， 然后给它中火15秒，然后再翻面再8秒10秒就 OK 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好了，我们翻面咯。你看你会吃到这个牛肉是一块一块的，不是散散烂烂的。OK， OK， good。然后呢，我们把一些宫保，这个花生跟这个下来了啊，多一点啊，再给它几秒哈、哦，在里面炒一炒，嗯，它就有花椒跟那个，然后它有点滑滑、啊、而且很完整，不会这样这样碎碎的。OK， very good， 我闻到花椒跟干辣椒的味道了。嗯，而且不会炒到这样一定要黑黑深深的，对不对？也没有过油，哇、嗯、，very good， OK， 好，很好。夹一些起来，来，夹一些起来。嗯，看这里，洗锅了。你看还可以一片一片的、层层叠叠上去，哇，这么好吃的宫保牛腓力。而且最主要它很健康的地方是，不仅是只有宫保，最主要要搭配很多的蔬菜在当中，你就会发现这样一道菜是很均衡的。来一些花生上来 ，OK， 好了，对，我们赶快复习一下，哇 ，beautiful， 好吃的炒牛肉小配包，用胡椒粉、香油、酱油还有蚝油，以及加入高粱酒的葱、姜、蒜、酒汁。调制成腌料备用，将菲力牛肉切成薄片，去掉血水，平铺在盘子上，用美生菜辅助，将腌料均匀地涂抹在牛肉上，将牛肉反面一样涂抹腌料，然后撒上便利粉，这样不但可以保持肉片完整，而且肉质滑嫩。